又来了，鼠小弟和松饼。鼠小妹说，今天还要给我们做松饼。到了3点钟，你们就来吃松饼点心，现在先去外面玩一会儿。还要好久才到3点呢，我们来玩捉迷藏吧。石头、剪子、布，藏好了吗？快点儿找地方藏起来，鼠小弟要来找啦。把钟拨快点儿，这样很快就到3点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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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已经快3点了。鼠小妹，3点钟到了，可以吃点心了吗？对不起，时间过得太快了，我只做好了这么一点儿。终于找到你们了，啊，点心已经吃光了。鼠小弟，这是真正的3点钟的点心。大家都不吃，我一个人吃真没意思。哇，鼠小弟，还是你最好。可是鼠小妹怎么知道我们把钟拨快了呢？她是怎么知道的呢？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我自己带着表呢。